女生最喜欢的男生穿搭是什么样呢？大家都知道，男人都喜欢呢黑丝高跟超短裙，因为呢比较性感。那么男生穿什么在女生眼中才是性感呢？首先呢，女生见你第一面啊，看的就是你的衣品怎么样。你要记住这句话，可爱在性感面前一文不值。如果说你去约会了，少穿那种呢运动服、运动裤、运动鞋，更不能带卡通图案。想要吸引女生呢，你要穿那种能够散发男性魅力的着装。你可以去搜一下美式复古、法式工装、常春藤学院风、军事风、英伦雅痞、普陀西部牛仔。如果说你想得到女生的青睐，穿这些风格的服装呢，就相当于女生穿黑丝高跟超短裙了。再告诉你个小秘密啊，如果你身上呢再有淡淡的体香，那绝对会让女生欲罢不能了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男人味儿。妹子走过呀，都会不由自主的停留。我也是问了我身边好几个经常脱单的男性朋友才知道的小秘密，就是这款左颜右色香水沐浴露，经典蔚蓝香型，成熟稳重迷人。前调呢清新柠檬开场，后调是沉稳的木质香，男人味爆棚。不用喷香水，自带男人魅力，轻轻揉搓就有丰富密集的泡沫，深层清洁不假滑，洗完呢留香一整天，让你从内到外都散发着独特的男性魅力，赶紧吧。